在信中说赫尔在的时候一切假设都合理了起来，那你跟十八岁的小孩做过哪些印象深刻的傻事？老做傻事啊，做了一堆傻事，老来我房间算吗？算。没有，我们就是有时候录节目的时候他会来房间一块睡，也不算傻事吧，很正常，就感觉平时我们俩的状态就比较的抓嘛，比较跳脱，感觉任何时候都傻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实例？案例啊，好的，没有，你是问下一个问题吗？那你俩没有微信吗？现在有了，现在有，就是那天录剧本杀那天啊，发生了啥呀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什么东西来着？他说什么事儿了？我怎么谈了？怎么什么什么？好像这事还扯上宋亚轩了吧？啊，想起来了，有一天给他打视频，他给我挂了，转头接了马哥的视频，然后我再打过去。两秒，三秒，三秒，然后我就说怎么地，然后接马哥就接了。但是不，这个不是导火索，就说了一嘴。他说了个啥来着？我当时记得可清楚了，我当时逻辑理得可清楚了，有点想不起来具体的细节了。反正就是这个事情完了之后，突然就变得奇怪了起来。然后第二天干啥了？第二天什么我说了个什么亚轩啥啥啥的，给我删了，我也忘了。然后呢，我这个人就比较大，我就没有删除他。你不是不发自己删吗？他当着我面删的，什么发生被删掉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后来加好友的话是什么情况？他说他要给我送生日礼物，我对，所以需要跟我发微信啥啥啥的。然后我说我没有微信啊，然后后面打着打着我们就加回来了。想跟19岁的孩子讲什么事情？想这个事情啊，骑行，因为他送了我一辆自行车，那个是山地车吧。就是有机会可以，听说他最近挺喜欢骑车，有机会可以一块去。看到了啊？你有什么？什么？还是涂了个什么？那个这什么？就是涂了什么？这是给你们准备的吃的，就是给我们吃配料。不是，这是烤制的，我自己烤的。哇！刚刚我看一下。哇！
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那么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朋友们晚安。Uncle 没有 Uncle 朋友们晚安，拜拜。